啊，不是很厉害啊，前面快了啦。哦，前面，鸟居鸟居。啊，要扯毛巾啊？没有，都可以，你爽就好。哦，前面，老板，哦，老板生气了，哇，生气了，哇，那我们要换最后一款游戏喽。啊，哦，难得可以让人可以看到你玩一款游戏玩到这么暴怒，心情不太好哎。OK， 好的，来各位哦，今天又是你们最喜欢的哦，老板的网咖系列哦，来，赶快，他现在已经在门口等我了哈、哦，来，我们来去找一下哦，就是那个前面那个，哇，这个小粉红的哦，小粉红龟头啊，赶快去找他一下。哎、欸，陶哥，赞哦。怎样？今天又是你最喜欢的系列喽？没有啊，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去酒吧吗？哦，飞镖酒吧，哎、欸，对。好像可以做一起射飞镖的哎，你竟然俗称是台北最会射的蓝很会射，不是吗？我什么时候有这个名称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现在啊。题外话哈，网友在下面推荐一下有什么好的那个飞镖酒吧，还是运动中心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让我可以带 Jiko 去射一下。等下人要说叫我去攀爬怎么办？攀岩好像真的也还不错，反正现在运动系列确定成型了嘛，你看你运动系列的点阅很高哎。好，我们现在废话不要。说太多，我们先来去喝一杯酒。你少在那边了啦！你现在就是后面有人，你又开始尴尬了啦。那重点是你手上的什么东西？卤味啊！你今天的手要来这边，然后我刚刚跑去买我上次介绍那间卤味。哦，对，因为刚好乐华夜市那个，对，在附近，超好吃。哇！然后重点是，其实我刚好戴口罩，然后但也是被认出来，我就好笑。重点是你人家带外食，不行吗？是不知道啦。但反正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吃宵夜的时间，对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上去直接怒点一波。我今天还没吃饭，你已经有了上次的那个经验了，所以你现在完全不会来网咖不知道干嘛，对吧？不对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今天一样帮你准备游戏。哦，有接几个？一样三个。会不会晕？应该不会晕，我有特别找过。确定哦？好了，走了，我们先上去了，开场了。哦。等一下，帮我拿一下。靠腰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，重新啦。一镜到底，我玩的就是真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心鱼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了网咖系列。网咖系列。你再给我社恐一点看看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哪里？我们今天来到了。新北市中和区，永和哦，永和区对，好，在你头上这间玩酷电竞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一间光门口就让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哎、欸，就是有种干净的感觉，对，而且有点文青风，然后重点是这里没有那种旧旅社的味道哦，然后这一间感觉环境好像挺干净的，废话不多说、我们直接来进去里面的包厢，来开箱吧 ，Let's go。上楼，快上楼！不要，你说拍我屁股？没有，看我像是这种人吗？像啊。那加减拍一下好了。对，来，这是包厢的钥匙，请你不要再社恐了，谢谢。哇，它的包厢区是独立另外隔出来一间的。它外面是那个就是一般的小座位区。总共有几间？总共有六间呐。对，它这一间超酷的地方是这边，跟我走。好。洗澡哎！哇哦，淋浴间有了吗？有了吗？男女分开。你看一下，你进去看一下。对，你进去看一下。你看一下里面的位置大小张够不够？你把我关在里面干嘛？哇，要病哦！好了，我们是哪一间房？我们是五号房。哎、欸，这间还不错哎，一进来那个味道很饭店。是不是没有那个旅店的感觉，它是饭店的高级感。毕竟我们是特别找评价不错的有包厢式的。你每次都马上跟我讲，哎呀，这床很深哎。哇哇，这个床有在大哦，而且还有附一台电视。对，然后重点是它味道很舒服。对，不是那种臭臭它没有那种烟味。是不是就是我讲没有那种旧旅店的味道？然后萤幕也算大哦，重点是这个床很长哎，这个连我的身高躺下去脚都不会插出去。我也不会啊，怎么那么巧？我还可以很长哎、欸。哦，对啊，你看你这一件完全你可以平躺哎、欸。我靠！好长哦。是在抖，我怎么抖？
熟了。好啦，我要先来点东西吃。哦，先直接点餐，直接进入正题。哎，它东西都好新的感觉哦，滑鼠啊，然后、哦、这间都是耳机键盘。哦，这间好像全部都是华硕系列的。我来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对啊。有吗？有油垢味吗？没有。应该是会消毒过。应该是烤腰哦、喔，那就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有口臭啊，我闻一下，哎、欸，都没有味道哎、欸，你帮我闻一下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就要闻一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们在吵，重点是先来点餐啦、啊、先来点餐了、欸。你知道吗？每个人看到我都在讲说说，哎、欸，我想吃香菜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每次大家都会讲说就是那个不喜欢吃香菜的小哆瑞吗？大家只要记得老板是 AKA 网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通常大家在网咖好像除了点泡面，然后点炸物之外，其实还会点一个东西，就是什么？你刚好像有看到吧？水饺是不是？哦，还有厚片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，那不然我们点厚片好了。再来，我跟你讲，老板，我其实帮你准备两款游戏而已啦。哎、欸，那个口味的部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怎么选。学会了，你又离肥仔更近了一步了。他有点尴尬。对啊，因为他知道你是谁啊。主要就是我下面在那边收集大家想看你玩的，就我发现好像蛮多人想看你打 LOL 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很酷哎，为什么这个主页这边会有什么爆笑小短片啊？其实你不用看这些，你本身就是蛮爆笑的一个存在。我准备了三款游戏。哎、欸，他还有手机游戏耶。我劝你是给我认真一点哦，你不要再给我逃避话题了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先准备一下第一款大家最想要看你玩的，嗯，英雄联盟，嗯，好，我们先 C 一下。啊，谢谢。哇，老板，干嘛？一整桌哎，哇，你今天真的是爽啊，又不是全部都是我的，奇怪。哇靠，很爽哎，而且说他的餐点什么的，弄的感觉好像也都还不错哎。我告诉你，泡面煮了就不好吃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喝汤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，好香哦，就是泡面啊。对啊，来喽，输一个，输一个。哎呦，嗯，这样这样这样 ，OK， 刚刚好，非常 perfecto 的，嗯，哦，试吃水饺，这个是啊，这酱油膏，我比较喜欢吃酱油，你嘞？我也是酱油派的，酱油膏通常应该是配煎饺吧，嗯，冷冻水饺，哦，水饺比较一般般，是不是？就水饺跟泡面啊，为什么他们都会说，嗯？就是网咖的泡面特别好吃啊，其实它是吃一个感觉吧。对啊，应该不是真的吃味道吧？就是你自己觉得呢？你以前会跑网咖的人啊？但我以前不会去网咖吃泡面啊。那你去网咖干嘛？玩一个玩个一两个小时我就回家啦。哦，我主要是跟朋友一起去连线玩游戏的。我为什么不要在家里？这第一集不就讲过了？我就说家里那时候电脑没有那么好，然后有些游戏大家一起去玩，就像这样子并排坐啊，比较好。身上的孩子，身上的孩子。我的口味比人家像小米酒。请问为什么会有这首歌的出现？这一首不是你教我的。靠呀！换我说一下新的。对啊。就是水饺。想象得到啊。对啊。但起码它不难吃。就是十分的话，它可能拿个6.5分左右这样子。但我觉得它的食物都看起来很干净。对。就至少吃起来很舒服。谁有屁呀、啊？恶心死了！那个啦，那个厚片，哦，对，厚片好不好吃，酱就很重要了。嗯，我也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酱 ，OK 的吗？那就 OK 了，只要酱 OK， 这道就是 OK 的。重点是它上面烤的那个皮，脆脆的那种。嗯，我就喜欢这种，这种最棒，就是外脆，然后里面有一点浓盐的那种，对，岩浆感。嗯，哦，这些目前评价来讲。算高哦，你感觉你今天给的感觉，心中的评价蛮高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怎样？因为我是一个很重视味道的人，然后这间的干净程度跟味道，我觉得很优秀，然后再来是它没什么灰尘，我觉得这好重要，就是整洁度很高。对，耳机啊也没有异味，你没有觉得油油的感觉还是什么之类的。那我们先吃东西，然后等一下吃饱开战，大家想看你再继续叫了。
我们要叫啊。记住你现在讲的话，你等下就不要跟我叫。不会啦，没关系啊。嗯。好了，来了。现在先进入选角，你先选一只你想要选的角色。然后我现在帮你配对的是打电脑人。波比好了。波比哦，可是你要选用那个拿弓箭在远边射的，因为波比他是近战的。好，艾希 ，OK， 跟你很像，很艾希。啊？Q W E R， 它总共有四个招式。哦，它是放招。对对对，放招式而已。然后它的移动都是用滑鼠去做移动。好，来，然后你看像现在进入游戏对不对？嗯。第一个步骤按 P，P 是买装备，然后你直接按上面那个建议，然后就照着它买就好了。看你想买哪一个。对对对，然后你去下路，去下路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这个任务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杀到一只电脑人，就成功结束了。那为什么他一直跟在我后面？那个是你的小兵。啊，对了，小心前面那个是敌人哦，敌人，敌人，敌人，操！快退，快退，快退，对对对对对。退去哪啦？对对，往后。啊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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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他们会打你哦，你要小心哦。对对对对，哎，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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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现在这个血很紧张，你现在这个血很紧张，我觉得你先退到塔下面。对对对对，你看他一直追你，那个黄毛小子没追你，好，然后按 B 先回家。B 在哪 ？B 嘿 B， 嘿 B 不是那个嘿，不是英文键 B， 这样我没有会玩了。哎呀 ，OK， 那只鸟会死的 ，W 他 ，W 他，对这个，赢了哦，哦，你杀死一头牛了。嗯，可以。感觉你好像玩这游戏有点平淡哦。我不知道在玩什么。啊！好，来跟你介绍，隆重介绍一下这第二款游戏。这款游戏叫做跑 Online， 跑有听过吗？我现在就可以跑了，先走了。这款游戏已经很久，这是我小时候玩的游戏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来，我先让你练习一下基本的玩法。它基本上呢就是哦，为什么我摔到地板？你往前按前，它就往前跑了。屁啊！为什么都退路啊？我角色的关系。好了，你先往前跑，然后跳到上面去。你要跳到那个弹跳台。对，往前往前。啊，这是爬绳子。不是我这只角色，我等一下帮你换一只。因为这有什么障碍啊？因为这只角色它是反着跑。嗯，好哦。有啊，这款游戏基本上跟跑跑卡丁车很像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按力它会跑得比较快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哦对对对对、啊，你在咬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哦，对对对，好、啊，照着，对，左边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怎么蹲下去啊？不用蹲，对，冲，去，我靠靠，你怎么玩的还比角色还激动是怎样？没有，没有气了。你要看左边这边，左边这个角色它会有蓝色。为什么没气啊？蓝色，因为它不能一直冲。哦，它不能一直冲。对，它冲到变红色，你就不能再冲了。好，我现在讲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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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呀，好的。抓！没气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我发现你玩这游戏驾轻就熟哦。不是很厉害啊！冲太快了啦！哦，前面，鸟居。啊，要吃东西啊！没有，都可以，你爽就好。啊！哦，前面，前面就是终点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它等一下呢，它是往下，往这个方向跑。对，所以你不是按上，你是按下哦。然后这个模式呢，就是会有一只鲨鱼一直追着你跑，那你不能被它咬死。哎、欸，快快跑！往下，快快快快快快跑！快跑！有病啊！要跳啊，姐跳啊！跳去哪了？等一下会有水洼，对对，快快啊！再一次，跳！要跳要跳要跳，不能掉水里面。好，完了，GG了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喜欢被追的感觉。哦，一样是往前哦，往前跑，往，对，跑，啊，记得要跳哦，你先力要加速，对，然后那个闪电鸟要跳哦，来准备哦，3、2、1，跳，哎、欸，对，哦，很棒，好，准备哦，等那个闪电鸟要跳哦，
好，没体力，没体力，没体力了。好，再跳。你有二连跳，闪闪电，中间中间往前跑，你要跑，你要跑。对对对对对，不然会被追到。左边左边跳跳跳跳。我不喜欢。跳跳跳。快快快快跑跑跑跑。怎么了？这个好不一样啊，我原来没有办法玩这种东西啊。那你离开，那你去玩喜欢。那怎么了？你们叫我离开。没有没有，不是，换另外一个，换另外一款，往前跑，对。还要闪那个球球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闪球球。他不能被那个蜥蜴告到哦，要闪那个蜥蜴哦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死，没死，没死。哦，对，要跑。有病啊！对对，走走走走走，他那个气不要乱冲。对对，先走，先走。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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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。对对对，中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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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。哎，很棒哎！啊，这个要右边，右边。啊，这可以吧？这个我觉得你玩得起来哎。屁呀，这比较难呐。这好像感觉比较难哎。对呀。没气了，没气了，没气了，没气了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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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对对对，闪闪闪闪闪！我先，你不要，你先不要冲，你先不要冲，你没气了，你先等一下，有气我再跟你讲。我没有冲啊！啊，这个好像比较难，我玩这游戏会上头啊，很气耶！快点不爽啊！长那么丑，给我压下去，这么危险！哦，你可以先冲，可以，可以先冲，可以先冲。小心小心哦，那个地板等一下红色也不要去踩到哦。我换个简单的好不好 ？OK。最后一次。哦，小心小心，我这次很专注哦。左边，中间，中间，好，左边，可以小冲一下。哦哦哦哦哦，有了。好，没气没气没气，啊，你真的要注意气耶，不然会被咬死啊！再一次，我靠，我靠我靠我靠，你玩出心得哦！嗯，哦有有有哦，这次有，这次比较厉害喽，到新奇区域喽！哦哦，有有有，一半了一半了一半哦一半哦。我觉得你不要先冲，你不要再冲啊！这个我靠，他后面会出现那个左右左右交叉在滚的。我怎么会忘呀？我很久没有玩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靠，你今天很认真哦。我太生气了。有有有。好，来这只这只很麻烦的，哎，你跑去撞。老板，哦，老板生气。生气了，哇！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哇！那我们要换最后一款游戏喽。啊！哦，难得可以让难得可以看到你玩一款游戏玩到这么暴怒，心情不太好哎。好，下一款游戏保证让你心情好。好了，老板。嗯。最后一款游戏了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一款就是你最害怕的Zombie。哇，这款超红，这款在以前哦红到一个爆炸，基本上去网咖都一定玩这个。喂，因为它可以四个人一起杀僵尸。对，这个门一开就会有了。为什么没有人去干嘛？因为他们是电脑人，他们不会开，打开就有了。哎，对，那就是张兵。他只会冲过来吧？他应该，他只会冲过来而已吧？他会冲过来啊，冲过来了。你队友，你队友会救你，你队友会救你。啊！你要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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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射射！对对对对对对。你不是在控制我？Hunter， 对。他怎么不弹？用不弹吗？用吗？啊？啊？对，啊，你的子弹是无限的，不用紧张。好，这边有一只，要射头。对，打僵尸要射头，他们才会直接死掉。Hello, friends, out.
切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哎、欸，那个有一个大只胖子，你有看到？有啊，你要射他吗？你要偷射他吗？射他屁，射他鸡鸡。哦、oh, shit， 好饿哦、喔！哦、oh, ，你给我给两口屁吧！我靠你！妈，你有病哦！滚啊！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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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丢颜色哎！这口屁口屁怪，射他鸡鸡，他绕跑他绕跑了，他怕你他怕你了。哦，你勇往直前是怎样？地板有大枪，对呀，那个吗？对，对，一，哦，你有大枪了，哇，哇，啊，有人，有人打啊！进去，然后赶快把门关起来，赢了。不错，你克服了。我觉得今天表现得还不错。差不多了。我觉得我可以睡了。好累啊！好累啊！我今天拍超久的。我今天真的拍超久的。好累的。真的超级累。主要就是味道，我觉得味道对女生来说很重要。空间 OK 啦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这边应该可以借棉被吧？好了，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。哎，不对，老板。嗯。我今天只有付四个小时的台钱。你再去，你再去，你再去付啊！不是、啊，你今天也要住吗？我本来是想说今天这个你应该不会想住啊。我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可以睡一下。你再去把剩下付完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不好吧？真的吗？你真的要睡？你不要像上次一样，他妈半夜把我突然叫回来哦。哦，那我们一起走吧。走吧。好啦，总监啊，你这次觉得来这一体验怎么样？这一次来这间，我觉得还美吧。我觉得就是像你讲的干净度，我觉得蛮好的啦。嗯。对，然后我们。截至目前为止也只开过三间而已嘛，对吧、啊？但我觉得这间目前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还蛮满意的。吃的我觉得就是正常发挥，表现的正常。对啊、今天这间吃的跟第一天吗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，都差不多哎。可能我们没有吃到他刚刚推荐的那几样吧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吃的我就有感觉。对，你说。我喜欢第一间。真的、啊？真的。怎么说？因为他泡面有加很多料。哦，好像是哦，这间就是菜跟蛋。对，他那间还加一些火锅料，什么贡丸啊，什么其他之类的，什么肉片啊。他的那边的泡面是你不用加任何东西，然后你就可以有加料。嗯，然后但这边的泡面就真的是泡面，好像是哦，对吧？好像是、哦。所以以泡面来讲的话，我也给你一间。现在比我还专业啊！我觉得有差，因为我在意的都是吃。不愧是开过三间网咖的女人。哦，老板玩游戏，我真的头好晕，我想吐、哦。我就告诉你，今天三款游戏玩下来、欸，我发现我现在对枪战越来越 OK 了。真假的啦，真的。所以这个你有玩出一个爽感吗？这个有一点点。有吗？我干。大家有没有推荐其他的枪战游戏？哦，你要现在改走枪战路线是不是？没有，或是大家有没有推荐的什么？就是你们觉得我可以玩的游戏，就是让我不要玩到神奇的，可以可爱的。哦，我尽量来玩看。OK OK OK。对，就是毕竟你们要包容我一点，我就是一个智障玩家。没有在装哦，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好吧，大家以下推荐一下，因为我已经快江郎才尽了。再帮我推荐一下，我真的需要一些游戏，因为我平常也没在玩游戏。